上好评的，各位观众，原本这一集呢是打算更新其他的 Roblox 游戏啊，可是没想到马桶人塔房呢突然更新了，我还以为呢它会在新的一年呢还更新啊，没有想到那么快更新了。那么我们只好呢来看一下更新什么内容吧。这些更新呢是第68集的 Part 2，它更新了几个新的马桶人啊，有堆高机马桶人，有焊工马桶人，还有老师和学生马桶人等等等等的，还有更新全新的关卡啊，马桶人实验室，而最后的重头戏呢就是全新的单位啊，没有错，我们新的单位就是类似监控人啊，他需要花299 Robux 来买的，那造型呢是参考了蓝色西装监控人。武器啊，没错，武器。这个绿色镭射的攻击范围呢，其实还蛮远的，加上它伤害呢，哎，其实也不错高哦。它 DPS 呢有9000啊，看起来有点一般啊。哎，不过它有特殊的效果，它可以减速，没有错。它攻击范围呢，其实又远，然后又有减速，所以整体来说应该是很不错用的。那这个单位呢，就是取代了女电视人了 啊，相信大家都看到了，女电视人呢已经被移除掉了，真的有点可惜啊。所以大家要注意哦，下次有可能呢，它更新新的独家单位，它就会移除掉下一个旧的独家单位，所以这个喷射背包的无双呢，有可能下一次会移除掉哦。我们到时再看一下它会不会移除掉吧。OK， 那么今天呢，我来玩马桶人实验室噩梦模式全程跳过，我就用这个组合呢来玩一玩吧。还有今天呢，其实我有点不舒服啊，我喉咙呢有点痛，等下说话可能会有点沙，希望大家能多多体谅吧。OK， 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游戏开始吧 ，Let's go。OK， 首先我们先来看新的地图长什么样子。马桶人呢会在两个不一样的路口呢出现了，它地形呢就长这个样子啊，感觉上好蛮简单的，好像很容易玩。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马桶人的实验室啦，哇，长得其实还蛮不错的，蛮漂亮的。然后相信大家啊，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了，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集啊，没有错，我们的大型音响人呢就在这里，为了让同伴进入这个实验室而牺牲掉了。各位，我们在这里最后。的一次再致敬一下吧，这个大型监控人。OK， 那么游戏开始了。那么首先我们就来买圣诞老人放这里。OK， 买完所有的圣诞老人之后呢，我们就来买我们的第一个啊，这个镭射绿色镭射。你看它等级一攻击范围就很广了，加上呢才150呢就可以使用了，超便宜的。来，我们买下去。等级一的伤害虽然不高，不过它攻击速度很快，加上它升级超便宜的才250。哎，我们升级下去250，超便宜的，而且呢它造型哎其实还蛮帅的，你看差蛮。不错，蛮帅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升级等级三，600块升级下去。等级三的造型呢，好像看不出有什么改变。可是你是转头，很难看，很难看。看到吗？啊，看到吗？啊，开始减速了。哎，不错啊，攻击又远又可以减速，好用啊，好用。下一个升级呢，要1500。哎，还行，不会说很贵。OK， 我们就来升级下去看一下。OK， 第四等的就伤害直接变到600。哇，等等，下一个等级呢，直接加1200伤害。不过你要升到第五等的话，你要花4000块耶。哇，现在变得好多哦，然后等等都好像有点不对路咯，好像越多会跑过哦，守得住吗？快点赚钱，快点那个钱，4000块升级。 OK， 满等的镭射啦，他头呢发绿了。哇，这个绿色非常棒啊。你们看，现在满等的镭射呢其实不错用啊，伤害算高，然后攻击又远又有减速，真的超赞的，超赞的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就把其他单位呢哎就放前面啦，这样进行游戏应该就会比较快了。 G-Man 2.0 你看也是非常简单的解决啊，你看非常非常的快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买两个盾盘来保护我的镭射啊，避免呢等一下它会给其他人攻击啊。我自己前面再买多一个先吧，放这里。 OK， 哦，各位看到吗？新的马桶人啊，他现在抓着巨曼了，他抱着巨曼，哦，他死掉了。没有错，堆高机马桶人可以把其他马桶人的加速前进啊，这个效果呢蛮有趣的。现在我后面这个镭射呢就攻击不到了，我就卖掉它，把它放来前面吧，来放来前面攻击，来把它升满它。对，现在好像有点困难咯，我就来买新的一些啊比较强的单位了，就放这里。邪恶泰坦电视。这个前面也是要放一个哎盾盘来保护他啊，不要给他晕，因为他没有防晕的效果。明明那么邪恶，为什么没有防晕啊？啊，这个新的马桶人，哎，这里刚刚我没有看到，他也是一样，也是会抓起其他马桶人呢来前进啊。他们的移动速度呢其实是蛮快的，不过他遇上了我这个镭射啊，
把门的速度呢减少 50%， 所以他们移动速度变得超慢的。新的马桶能自爆的，不过我有盾盘在，所以保护住了我的那个血肉太疼。这个 falling 啊，这是可以看清楚一点的，他也是没有抓马桶人，这一次没有抓他哦，抓到了，抓了一个直升机，可是瞬间就被秒掉了，完全没有看到。我的单位应该要放后面才对的，不然很难看的、啊。他抓起这个骷髅头哎、骷髅头也可以抓得起。一边抓一边喷毒哦，这次更新新的马桶人呢，真的超搞笑的，可以抓起他们。我刚刚忘记说呢，这个绿色镭射呢，最多只能买四个啊，它是买不到第五个了，因为如果放太多的话，应该会很强哦，所以就限制了。目前在46关也玩得非常简单，不过我还想看那个。帅了啊，抓到了，他抓两个嘞，你们看，刚刚他可以抓两个那个马桶人，然后就放开他们了。他抓起来会放开他们呢，他又抓了，你看，抓这个巨大巨型的，好搞笑哦，这个啊，好有趣哦，我很喜欢这个马桶的，我超喜欢的。他会去看呢，看他们，我要选择哪里一个呢？抓了很多马桶人啊，好玩哎，抓巨慢啦，我要看你抓巨慢，如果可以抓博士更好，可以抓博士的话，最后博士也出来了啊，应该也蛮简单通关的。 OK， 解决了17分钟也蛮简单的。这个新的关卡呢，其实还蛮不错的，它整个造型呢，我还蛮喜欢，而且它的地形也蛮容易玩的。还有这个新单位呢，其实算强啦，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单位呢可以代替它啦。那么各位，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新的关卡呢？还是说旧的关卡呢会更好玩啦？在留言区告诉我吧。 OK， 最后呢，我很久没有抽单位了，我们来100连抽，如果有抽到这个升级泰坦电影人呢，我就送给大家吧。现在泰坦电影人呢，目前啊只有 96K， 也就是有96000人呢得到啊，其实也蛮多的，反正也很久没有抽单位，我们就来玩一下玩吧，我们就来直接100连抽吧，看一下有的话就有吧，有没有的话就没有吧，来抽下去。 OK， 第一抽没有，是有传奇哦，两个传奇耶。第二个啊也是没有哦，有一连续传奇。第三个啊也没有。第四啊也是没有，有幸运加成耶。来第五抽，那么最后一抽啊，第四连抽，各位，第四连抽、nope. 非常可惜没有抽到啊。那么的话以后我真的私底下有抽到的话我才送给大家吧。那么这里呢就来先提早跟大家说声圣诞节快乐吧，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吧。